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三哥。咱们今天收到一台国王的12加512G 的 S23 Ultra， 然后这台手机的是挺极品的，因为它是在保的，七月份激活的。咱们看一下手机，国行的一个手机的，它都是有三码那个保修卡，还有三码合一，这些都会有的。然后这个是绿色的，里面这个盒里面它是有一条线的。完了，我们给粉丝们配个那个头，还有那个手机套，来看一下那个手机的成色，它这个边框磨的还是在的啊，这个99芯了，冲新的一个99芯了，边框也是没问题的，屏幕刚我们也去已经贴了膜了。咱们看一下那个关于本机 S23U。四个 CH， 这个是国行的，不管你任何版本的是刷不了四个如果其他版本刷的只能是有三个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工程模式，测机下，毕竟这个也是二手的，我们要先看一下那个工程模式，它一个气密啊，这个气密是很饱满的，看一下那有没有漏液踩点。这一项呢，虽然每次都说，可是我们必须要去检测，因为毕竟这个手机三星屏幕手机是挺贵的，还有一点我们是去拿货的时候都是离柜不保，这屏幕必须要测好，功能他们都是说你测有问题拿过来可以给你置换，或者说要退都可以，可是屏幕必须要测机好。所以今天我们这台手机拿的是拿货是7100一个拿货，现在正常的一个某东新机都要9000多，足足省了差不多有2000米啊。如果说对这种二手极品的有兴趣的兄弟，可以关注三哥，咱们下期再分享更多好优势的手机，下期见，关注三哥保证不翻车难呢。